看上去特别可爱，特别像小孩子，但是他其实内心里对待工作，对待身边的人都特别的体贴，而且特别的专业。 Justin 现在我心里他已经是成长为一个男人了。对 Justin 的初印象，他本就不像是一个16岁的伙伴，他那个时候感觉也有一个17、18岁。那知道他是16岁之后，也没有觉得他是一个小朋友，他很成熟，在团队里面也担任了一个很好的忙内的一个位置。我跟他初印象可能跟别的队员跟他初印象不太一样，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他，他还是有一种那种小孩子的模样，然后结果现在一下子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，不是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，然后每天穿很帅，我一点都不像以前那个小孩子的感觉。他比较早熟，尤其是现在，我刚刚才得知，因为他是要满17岁。小贾，你太冲动了，小贾，你太急了。对他初印象就是，当时在练习生嘛，因为我跟他是一个公司，然后我打开宿舍门的那一刹，突然一个小孩戴着眼镜，然后一个小卷毛，然后突然对我，哇，都做不出来，他就对我的，这是猫吗？对，然后哇，那个吓我想要。现在长得很着急。初印象就觉得 Justin 非常帅，非常有自己的风格。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是节目里面第一次评级的时候，当时觉得 Justin 啊舞台表现能力非常强，然后很帅，很有活力。后面呢，觉得 Justin 不像是他这个年龄的孩子，他更成熟，对工作很有热情，很有耐心。很值得学习的是他身上很多优点，不浮躁。我觉得他这个年龄的孩子都应该是特别爱玩或者什么，但是他对工作和对生活是特别分开的。听演讲 Justin 的时候，给我的感觉就是挺清秀的一个小男生，特别可爱，舞台上特别霸气，特别帅气。然后那时候会觉得他是一个年纪很小，然后又长得很可爱的小男生。他长大了，速度还蛮快的。Justin 曾经是爱撒娇的，但是现在呢，也是爱撒娇。对对对，还是比较可爱，比较爱撒娇。Justin 他蛮会撒娇的，对，然后他也很乖，叛皮。我在队里是能是最皮的，他也就是二皮。吵不过别人或者闹不过别人就开始撒娇。就比如说有第三个人出现的话，他就你看你犯人都欺负我，就这样演戏。非常乖，他那种乖不是说你让他做什么事情他就很乖啊。我们不会要求 Justin 做什么事情，就 Justin 他给你的一种感觉就是那种乖，就是很舒服啊。我记得有一次他让我去陪他干嘛的时候，然后我说哎呀下次吧，然后他就撒娇，他就哎呀去嘛呀，是就看好的，是很乖的孩子，特别乖啊。出道以后比较少，对。我觉得还是放弃浩哥吧，还是当小毛妹吧，好吧。很乖，很逗，对。小孩子都觉得自己比较成熟嘛，舞台上可能是小浩哥是吧？某些方面他是真的，以他这个年纪的话，我觉得是真的蛮成熟，而且蛮有想法，而且他在做事情他是有规划的。我在那个年纪，我不敢说我有这个想法，所以我觉得这样看他的话，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。我觉得有一天他一定会独当一面。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脚踏实地，未来非常厉害的一个种子弟弟，所以我觉得有一天他一定会成为浩哥。我觉得一般年纪小的人都喜欢称自己大一点，然后年纪大的人都喜欢称自己小一点。Justin 的怪招，我就喜欢看 Justin 他的那个怒吼式唱歌，我觉得他唱歌还蛮有自己的风格的，我觉得很帅。机灵吗？有意思的是，就是他台球蛮有一个好胜心在吧，对，所以会跟我打很多次，然后就会输很多次这样。其实说起机灵，应该是没有仪式感，是没有生活品质，就很随便，就活得太随便了。他反应很快，很多上节目，私下很多梗，对，反应非常快。你问他什么问题，马上回答你，而且回答很漂亮。Justin 很厉害，原厂王。气氛担当。我个人觉得 Justin 是整个团里最会拍照，而且最有摄影的那种美感，就非常精准的一个计算，估计是有偷偷学过一些摄影方面的知识。哎，我还没有。
有拍过，但是我不想让他给我拍。然后最近我也开辟了一些就照相功能，我也经常给他们拍。就一开始他教我一点怎么拍啊怎么拍，然后现在就自己眼睛已经出师了。就拍照就感觉拍的奇奇怪怪的就更好看一点，就不要那么正常，就感觉挺好看的。拍过，当艺人可惜了 ，Justin。这句话嘛，就是能形容他的技术，但是不可惜，因为他很帅，是吧？而且又有才。我觉得他是很有想法，他不是说帮你找角度把你拍得很好看而已，他是会把整个画面拍得很有质感。啊、哦，我有，有场景也有，有，就是一定要有手电打的，是灰暗定死梦，日系日系。哇 ，Justin 厨艺当然尝过，我们在完美餐厅里面，大家互相都有尝过，互相做的菜。他对肉类的料理比较擅长一点，他做的肉其实都蛮好吃的。那天我发烧好像，然后扎心给我做了一桌菜，对，然后因为肉，我公司的工作人员来，然后结果，然后扎心正好回家了，然后结果他们就商量，然后就做了一个饭，然后但是我没劲儿，就没吃多少，但是每个菜也都尝了一点，每个菜也都吃了好几口，就觉得说还挺好吃的，喝了鸡翅吧。糖醋排骨、可乐鸡翅、蛋包饭，三个我最爱。是吗？大家都吃过。哦，我吃过，大家都吃过。棒！他做的超赞。可乐鸡翅，就是可乐鸡翅。糖醋排骨吧，炒青菜、鸡翅，好好和烤那小猪肉、那五花肉的。哦。这是你印象深刻的动作。跳着跳着跳，那个小外套一脱就露半，然后穿里面穿背心就，行不行？主要就是那种想露又不敢露的那种心就暴露出来的那种感觉。This is a new generation。要抬头，要抬头，抬很高。Generation。那他唱不了的声音就，对，扩胸运动，扩胸运动，练胸肌。要不就是这样，要不就是对不起，我是个高冷。Justin， 你已经17岁了，你是大人了。虽然还有一岁你就成年了，还有一岁，但是努力一下，一年过得很快。我知道你一直都特别期望自己赶紧成年，这样你就可以学车了。虽然我都还没有学车，新的一年也长大了，虽然他一直也都挺成熟的，也希望新的一年他能够开开心心的，然后一直那么的热爱舞台吧，保持自己热爱舞台的这颗心，一直跟着自己的音乐梦想不停的前进，不停的努力。Justin 17岁了对吗？希望我们以后还有更多时间可以去打台球。对，你知道我们是球友啊。我刚去公司的时候他15岁，然后现在已经要17岁了。先祝我这个小兄弟17岁生日快乐，希望他新的一年能够继续做着自己喜欢的音乐，一直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一定要开心快乐，身体一定要好，然后希望还是可以没事就开着枪啾啾啾啾啾啾啾，然后来打我们，对，就是傻乎乎的那种。但是先祝你17岁生日快乐，我觉得你是更期待18岁过生日，因为18岁以后就是大人了，就不一样，就跟你这种小，跟你这种小孩子不太一样。毕竟经历这么长时间也不容易，然后一直从练习生到现在，加油吧，大家都加油，然后一起努力，加油老弟，来了老弟。我希望2019年 Justin 就不要常常脸上再受伤了啊，要好好保一下脸，然后也不要一直受伤了，也不要那么累了，希望他能够健健康康的，开开心心的在2019年冲刺他的事业，我们一定会在背后默默支持你的，加油，生日快乐。其实我就希望他2019可以过得越来越好吧，然后工作顺顺利利，然后可以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，然后过上他自己想过的生活，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。Justin， 祝你17岁生日快乐，然后以后呢，不管是遇到什么事情，哥哥们永远都会站在你后边帮助你，然后希望你就大胆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，你一定会越来越棒，你一定会越来越好，然后做你自己的音乐，希望有一天可以真正成为独当一面的好歌。一定要勇往直前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什么挫折都不要害怕，然后说不定会一直在，然后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新的一岁越来越好，然后达到好的成绩，祝你变帅。
2019年祝你生日快乐，17岁，然后身体一定要健康。Justin， 我的小忙内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摸摸头。祝 Justin 17岁生日快乐。Justin 生日快乐。Justin， Justin 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17岁生日快乐 ，Justin。Justin 生日快乐。